菜市场里，高丽菜、空心菜、青菜每个都叫得出名字，但有菜贩贴出这一张报价单，上面写着青菜三把，人人一条，人人是什么？用台语念，郎郎也猜不出来。破网询问网友，笑说：人人被卖掉了吗？还是人人等于肉肉？郎郎，郎郎郎是什么？苦瓜吗？丝瓜？人人一条鱼哦，还是不是丝瓜，也不是鱼，统统答错。问问内行的长辈，答案揭晓。用台语念，人人。人人呐，人人呐，人人是红萝卜啊，答案是红萝卜啊，人人，你本来叫做人人呐，俺在搞啊，啊，人人是什么？红萝卜。人人台语念成玲玲，就是红萝卜，台语叫它昂菜桃，老一辈用日语念就是玲玲，因为红萝卜三个字笔画多，菜商才会干脆用代号。现在年轻人他不晓得什么叫玲玲啊，笔画太多要写很快啊，就会写一般我们知道的。一条人人的估价单让网友跨模，老一辈的说法让人恍然大悟，原来语文俗称这么有趣。记者金线中林智慧高雄报道。晚上睡不好觉呢，跟阿比一样呢，浅眠的人呢，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？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。现在赶快上快点购，还有优惠抢好康哦。